我车名底下滑板车花哈，在这边哈，向自己跟未来跟先导哈，那车辆行进中容易摇晃哈，请站在椅子上，请在车辆奔跑嬉戏，请勿将头手伸出车外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我们每一个车厢都有垃圾场。如果有垃圾，请将垃圾丢到垃圾桶里面哈，防备一下。我们行进先哈，是以车头方向为主。我只有前方天气又不冷，他怎么都躲起来，你都没有看到出来。好，我们左前方呢，是我们亲子。欢迎你的亲子在这边共享悠闲时光。我们等一下哈，就经过我们张水路的连交道。我们我们过来听哈，把手举高，跟右边那边的是一只手，左边跟左边的。稻米收割起来之后，我觉得会理解别的方法。我看稻米的健康是做不了。这个分解之后呢，它的鸟都很聪明，它有虫可以吃，它就跟在那个机械的后面自己捡那个虫来吃哈。所以说乡下特有的景观。一定要说是出产好的地方，好的那种助教啊，注意这些白色的白露丝哈，哎呦，那个你也没得见哈，啊，现在呢，高龄我已经退休哈，我高龄。
然后每个有自己的规划，这样才才不会那么累了啊。他可能现在住点风景，他可能住点好多人喜欢，各位喜欢的啊。你们对面的卡塔乌都是，它这经典在这里长哦。这个空地上种这一棵是什么？什么花？天鸡的花，天鸡的花。它全开的时候还蛮漂亮的，不过那个空地只有卖一点点的，比较麻利一点啊。